现在要讲到一个真要紧的地方吼，就是讲到我已经耶稣了，他必须我需要圣灵，圣灵嘛，只能把圣灵，谁不认识圣灵？知哦，他必须有圣灵，上帝的灵啊，圣灵啊 ，Holy Spirit 啊，如果耶稣了，他必须我需要圣灵，哈、啊，这是我去那礼拜哦，他们西门前。哇！边个去看咧？哦，看人安怎讲？看人对这个圣灵看达些哪法？哦，多一本册，哦，搞啲精心会，哦，一写一主题，一主题是写到被遗忘的神圣灵。啊，是讲到这个古今的时代，基督教和基督徒忽略了了这个圣灵。你若是有读圣经，你知影原来圣灵就是耶稣的灵，哦，圣灵就是甲咱人同在。但是咱同在只耳朵是哇，耶稣无法同在，耶稣无法同在。哦，其实吼，甲咱同在是圣灵，哦，甲咱同在是圣灵甲咱同在，哦，三位一体，本身来讲，三位一体一神，无咱的来甲咱同在，哦，特别是咱有耶稣咧，都需要圣灵。你若是读圣经来讲，你看到咩？耶稣到底还未离开世界以前，哦，跟门徒特别坐了十几点钟，耶稣用了一粒长点钟来教导门徒。伊讲到我要离开了，然后要复活，然后我要领受天父所应允的圣灵。耶稣无偏加到你门徒，如人听到要提到这个圣灵要应允你同在，话因，然后我这个耶稣是肉体，我未应允跟侬同在，我要去到天父面，我若无去天父面，我就未派圣灵。哦，个圣灵是跟咱同在，所以已经成就了。哦，所以讲弟兄们，弟兄们是相信。你信仰，但是上次到耶稣，到你死学话，你相信，嗰是无运转的。你若是要真正运转相信，就是相信耶稣，到你死来学话，然后佮派圣灵，佮你同在，和你每日子过得有灵力，真个是一个运转，一个福音，嗰是运转基本吼。耶稣唔是为咱个信耶稣，伊就讲信耶稣，伊唔同是，伊为咱唔也是经历圣灵的同在。好啦，呢個是俾我諗看到聖靈同我講話，聽到聖靈同我講話，看到聖靈同我生命裏面做改變嘅工作。所以一個基督徒啊，聽到哦，俾明白出於聖靈嚇。哦，你若是讀聖經嚟講，你就講上帝所做每一行間，每一集都聖靈。到你起初啱去創造世界嗰陣時，聖靈已經甲天父同在。哦，所以每次，所以咱人祈祷，咱人写咧，咁子吼，读书学圣伯，哦，圣经，圣灵的名，哦，啊，汝人写咧，所以一是病患病顶时，等汝看到这世界的创造，看到生命，咁子啊，汝再讲原来当中的生命，我这天地万物，拢都是我的天命啊，哦，天赋就是生命的源头，然后耶稣是咩咧？哦，所以这个耶稣就是天父的 image， 你看不到天父，但是当你看到耶稣时，就是要看到天父啦。所以耶稣就是天父的形象，哦。然后圣灵呢？圣灵就是上帝所做每一项大事，满足了圣灵。比如讲，天父要创造天地万物，就藉了圣灵。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，就是聖靈同你講話嘅，哦，等聖靈啊，等神行神者，了解，就是聖靈同你行神者，都幾多個咱同你知影吼，哦，所以意思是講聖靈嘅聲，就是神嘅聲，聖靈做嘅工作，就是神做嘅工作，哦，所以聖靈講嘅話，就是代表神同你講話，哦，所以今日哦，即係聖靈啊，神嘅直接聖靈，都含咗神輔助緊。看到别人撸，撸吼，给你心要接到圣灵，看别人讲话，撸吼，给你心要接到圣灵来接方面啦，啊，那难讲，做那东西
是上帝祝福的对象，哦，是上帝要做工的对象。或者这所以这人哦，也不明白哦，哎呀，也感觉到上帝做的代志是上帝的事，我做的代志是我的事，哦，上帝是做的工作，跟我无关系，其实不是哦。神做的工作，就是跟咱有关系。伊所做的每项代志，就是为了咱的益处、益处。伊无管伊做啥物件咧，跟咱无关系。伊所做的每项代志，拢是跟咱有关系。哦，所以神的代志，就是咱人的代志。哦，咱人的代志，就是咩代志啊？上帝的代志。所以拄着问题，到时啊，啥物代志？上帝的代志啦，有影是上帝的代志。都拄着困难，你会跪袂跪？一关，上帝正看重伊。哦，上帝无可能期望伊遐袂跪嘛。哦，上帝就要将这代志系你，伊甲你解决，甲你讨论掂。所以上帝的代志，就是你代志，你代志，就是上帝的代志。哦，上帝要接着圣灵重生咱的生命。哦，上帝要接着圣灵改变咱的生命。上帝要接着圣灵，把咱的生命发出新只技术出来。哦，上帝要接着圣灵，甲咱人讲哇，沟通亲近啦。哦，所以今日上帝要做咱圣灵主教。所以今日即物，咱要常常来祈祷，来敬拜主，来亲近圣灵。哦，所以要甲上帝就关系，咱要甲神就关系，是接着圣灵，圣灵。一个咱若无圣灵在内面，伊袂敬拜主的。哦，伊要祈祷未做半项对吗？除非有圣灵感动，圣灵在生命里面做工，伊嘛会看到主，会敬拜主。所以圣灵和咱的生命是有关系，是联系的。哦，所以咱每日子安怎过生活，意思在讲，咱每日子安怎做一个基督徒，安怎来过咱生活，是完全的跟上帝有关系的。啊，我记得我细汉时，哇，真啊是个佚佗蛮值钱。阿妈就骂我，我都没得钱，你是靠钱还是靠吉他？然后是弹吉他啦，哇，你练，哇，我没得弹啦，关他的事哦，我拍了，我姨妈妈啊，关他的事，我好了哈，关他的事，其实人家是关他的事嘛，是不是？我是伊惊嘛，是不是？我就是乱乱过我生活，人家是关他的事呗，我妈咪来关我呢。你未使扮得好清，睇下你是家女，躺人都喺做，喺做咩？所以咧，讲咱是上帝嘅子，唔是上班，咱做人做代志，唔是唔应该是关系到上帝啊。咁你边，咁你边人讲，你做嘅代志跟上帝有关系啊？所以其实嘛，这个关系哦，是咩嘢？无时会哦，维持，啊。虽然咱做妈妈生一个囝，但是咱不免说，甲伊讲哇，教导伊，甲伊建立关系吼 ，build 这个 relationship 吼，做咱甲上帝咧相关 ，build 这个 relationship 哦，搞到一个关系哦，做咱要安怎维持这关系呢？啊，除非咱人要敬拜对神，啊，做妈要听囝的心，哦，听去了解你囝的心怎么想，啊，做囝要去了解到伊妈。哇，做咁健康，我哋有听哇，彼此认识啊，而且关系嘛，都可以嘛，亲落去哇，愈来愈亲，愈来愈好啊。所以咱甲上帝关系，我是咧看，我头先咧咧，安怎甲上帝来建立这个关系咧？不是尽白尽力的圣灵，大家讲尽白尽力的圣灵。等咱讲咱甲上帝是有关系，咱也要尽白尽力的圣灵。咱人不是讲，咱人不是哇，跟相信一个神哦，神是这块，不是的话，神是真理的神来，别搞到其他就跌跌落哦。什么是真理？真理就是 truth 哦，行对的物件，太难办坏犯罪物件，都不是真理的。诶，行上帝的话，遵行上帝的话，都是真理哦。咱来看这经文。这个John 哈，约翰 ，OK，John chapter 14， verse 16-17 哈，约翰福音第四章16-17，这边讲到咩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界
的人未接受伊，因花看袂着伊，也毋认帮伊。但是女人，什么样是女人？新主的人吼，新主的人是怎认帮伊？因为伊常常甲新主的人同在，阮大道理的内面，阿妹，出大理根本咱看到两种的人，一种的是世界的人，伊毋捌，伊毋认捌圣灵，因为看袂着，感觉你无神。哦，但是有另外一种人是哪款呢？是基督徒，是认捌神的人，清清楚楚知影圣灵在伊内面，清清楚楚圣灵在伊同在。哦，一种的人就是甲上帝有关系啦。哦，一个人若毋认捌上帝，伊个毋知讲圣灵在伊内面了。哦，所以咱来看，这个世界哦，有三种的人哦，是毋认捌神的哦。头上就是因为在咧经文讲，伊看袂着，所以嘛无相信。因为看无嘛，哎呀，神看袂着，哎呀，神来做咩？啊，歹事歹事，啊，就干脆不信了。OK， 第二个第二种人，养性唔认捌神的，安怎看呢？哦，伊唔知虾米是神，但是伊想要拜神，哦，即边拜迄边拜，即边找迄边找，哇，两种找。哇，拢总是伊神，你家讲都是伊神，你咪相信？即个叫做迷信。哦，迷信，迷信的人哦，迷信的人哦，熟悉啦，也无相信神。哦，啊，也感觉伊相信，但是其实唔是，哦，也是乱关心。哦，然后第三，嗰种人伊唔认识神，因为有啲水，哦，伊心态，伊感觉着，哎呀，即世界有神无神，对我来讲无要紧啊，我属家的神嘛是。我无是教，啊，歹事咯。啊，这种的人就是唔认识神的人。所以，我去问这人，问这这种这三种的人，哎，就问这世界有神咯，伊何里答唔是咪？这个是唔对的嘛？哦，这个是唔对的，哦，这个是唔对的，哦，因为看袂到，哦，伊又讲无，哦，我家己进来，你问他们人，你问到人，他问唔到人，你是真有气，哦。其实他们说咱相信神吼，因为每条人咧，咱找着真理啦，哦，找着真理啦，所以咱认识咱上帝。OK， 那这一些人未接受神的原因，因为看未到，也看未到，所以就无相信。但是各一种的人，伊要看到，哦，你要看到吼，你来我厝吼，我就是按光景。我门一开咧，哇！咩人讲了神啊？了吼，来看到有啊有啊。但是我咧门一开，看到物件是毋是真诶？看到就是真诶，是毋是很讲真？你去思考吼，只要一个我看未到，惊。但是看到有真诶，啊，看到不代表是真吼。我咧厝，我咧一间吼，到底拜吼，但是也毋知拜啥物，也拜毋是。真理的圣灵，不是真理的心来，是教你犯罪哦，教你行歪路的心来吼。哦，我厝是生哦，个个生哦，你无文化呢，只要一见发财，只要就是你要拜伊，讲只只阿平两字啊，你乜嘢？哦，你无教你讲只阿平哦，但是咱人去拜这个物件，看会到，但是是唔对的，是真理来。哦，我只讲哇。做分啦，唔少话，你看，但是人讲是事，啊，所以这一人用错办法来认识，一感觉要看到，才是真诶，结果看到的拢是假，看未到的才是真诶，啊，所以这世界有七十亿的人，三分之一的人吼是信主的，譬如有偌济人是信主的，因看无着神，但是要相信神。啊，我相信到对的正的，我所看到的无代表是正实的，吼、哦。咱然后你知影，一个当一个人也是唔认识神吼，伊、哦、对神这个物件咧有一个偏见啊，偏见啊。比如讲，哎呀，你去甲一个人传福音，哎，你讲耶稣爱我，哦，你唔要相信咩？然后这个人就讲咩？哎呀，信耶稣啊！信耶稣是这个外国的啊，外国的宗教的，阿摩人的。我咱当然是相信。
信什么？啊，佛教咯，啊，佛教到呢度来，佛教到呢度来，印度而来哦，不是外国的，来咧白白外国的，但是伊无经这里，啊，无爱学经这里来啊，做偏见的哦，偏见的，当这人唔是白痴，你敢听？唔要信的讲，哦，我传传福音哦，我这边有一声，哇，一看我信主有名哇，信主啊，免做啦。但是马古哦，伊家己如果要去群顶拜咧，伊家己如果拜神，但是伊命我先也做免做，啊，伊家己就是上善善，但都偏见啊！即个人人善不善，今次又一时偏见。那个做庄的人，哇，你家讲耶稣，又伊笑啦，哈，耶稣是神，讲经是喺咩时代啊？讲经是科技时代，哇！资讯时代，我总看到一只，看到这实验件是一只古棒古棒人相信的，为什了？我讲的是科技时代的，啊，你相信是，但是无想到吼，80%的相信耶稣的人是科学家，科学的 scientist 相信主要，罗昆 lawyer， 政治家，总统，这个都是领袖嘞。有读册的人，伊是重视的吼，哦，是压的吼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啊，但是用唔到办法啦，来认白神，而且伊背神，唔也是一个偏见吼，哦 ，OK。所以特别针对你，哦，你讲啊，你就头发的 ，OK。所以当人唔捌这个心灵感知啊，伊就无活到你真理啦。基督讲是啥？心灵是真理的圣灵。那是你唔认白伊，你无可以来挂。如果是挂到你，不是真理。啊，你挂咧，你过生是你家己过生挂。这个充满了问题吼，充满了问题。啊，咱来看，这个何西亚书吼，何西亚，何西亚书四章十三。如果要听耶和华的话，因为这个地上无信息的，啊，无慈爱。然后安怎无尽目神的知识，意思是讲无尽目神的真理啊。这个世界无慈爱、无信心，因为人无尽目上帝知识，无尽目上帝的真理。咱来看另外一个第四章第六节，伊就讲教上帝讲啦：，我今日啊，我是因为无这真理、无这知识灭亡。然后我是因为伊人啊嘛，拒绝拒绝上帝的真理，拒绝上帝的话，然后上帝讲呢，我咧做啥物？拒绝你做呢？我无可以咧做歹耶稣，我要卖掉，我要卖去你。啊，你因为你人卖去我的话吼，我就听到要卖去你人耶稣。哦，当一个人，但是唔认白上帝，点声？无对上帝话，你听点声？上帝话，喜欢。你无资格做这事，甚至你今日我要放袂记，哦，灾祸问题要临到哦。那当一个人生命，哦，那是无敬畏主，哇，上帝要安尼来面对哦。啊，当时就是这以色列人哦，像走一摆人讲，犯大罪 ，OK， 犯了第一重罪哦，就是离开上帝哦，去做那物件个礼拜，上帝。上帝有心看呀，然后上帝佫讲呢，以赛亚吼，以赛亚书63:17吼，所以讲到伊人既然背逆吼，反我吼，甚至安那和圣灵忧伤，吼，所以上帝欲转做这样的敌人，亲自来攻击呀。讲到以色列人，就是无尊敬上帝律法，哦，上帝用圣灵感动人，但是因心定，圣灵忧伤，就是圣灵运作转做人的敌人，要来攻击伊人。最边的之外，上帝嘅叫咱本身敬吼，拢总是伊话，哦，咱要尊，要尊敬伊话。你若是过无尊敬，唔要自己，你上未到的，哦，你上未到，你离开上帝，唔要。我个神学院哦，我听到一个
一个这样子的代志吼。有一球来踢咧神学，过后咧从新主挪走一拜佛，上下教咧，一个人真不上帝的祈祷，我要来服侍，真个堕落来当时啊，唔雅是祈祷了，完全的离开从教会舞台搭到，甚至去上一班面啦。我相信无一个人要离开上帝，但是我是因为伊无这样子去追求真理的真理性。就伫个来伫个天地来伫个，感觉买无菜刀，搭入去教会，哦，从来教会的用心，哦，甚至要去找找别个宗教来当下手，所以看到一个人若跋倒背后，哦，爱到叫人教会，伊唔敢，无不准哦，唔敢来聚会就准，哦，父母来了唔敢来，离开上帝了，哦，但是咱相信上帝哦，有慈爱哦，就叫就是倒来出来。上帝有帮助你行事，上帝不再讲人会软弱，吼，上帝不准备有一日要归来。做兄弟姊妹，咱个别明白圣灵吼 ，OK， 世界也是看未到，但是圣经个人讲，信主个人是哪清清楚楚知影圣灵是大，是大大大量而来，咱知个咱同知。做兄弟姊妹，咱。特别夜听声，大家只来祈祷来听圣灵，我来读圣经。哦，认捌这位圣灵是哪人加来吼？一个人若是唔认捌圣灵啊，咱会使讲伊自己得个哇！我牧师嘛讲啦，我是真唔怪。唔认捌圣灵，共是基督徒哇！牧师，给咱慢讲啦，咱换一个。角度来讲，一个做囝啦，唔是你爸母，这个人根本就是人，可能你听得到咯。我生出来，饲的大，伊唔认我做爸母，这个人不是人诶。啊！但是你知影，你知影，咱那是奉圣爸、圣囝、圣灵的名，是你吼，是神生的人，你唔明？就咱对生个咱有咱爸母，但是对你属灵那边，神是咱的天爸。你生了人了，所以咱是伊囝来了，咱不是一个面无，不是一个人了，伊是咱的天父，咱是伊囝，我若特别认伊做我的爸母，我若无认伊，我共是人，哦，你看，当你看到十二个点子啊，耶稣死了十二个，哇，可能你感觉到这个人我无明白，你无感觉哦。啊，你无必然吼，但是耶稣方面，咱就是人囝，咱就是神的囝子，伊就是咱的天父吼，伊就是你爸母定到一边，伊甲你关系，伊若甲你无关系，今日死到十二个，伊无食到酒，伊就是甲你关系，所以死到十二个，该救苦，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人特别明白圣灵，明白伊。哦，咱若唔明白，你若有影未晓讲啊，咱若是基督徒，有影唔知哪讲 ？OK， 做明白圣灵，哦，伊就将真理教导咱啦，咱人生命会无天意，大限。可能你讲，哎呀，生命，属灵生命大限，无大限都无问条件啊，明白吼？哦，生命无大限是小事。但是你知哦，有一日你见到上帝，你要搞笑，点子啊？你才是大事。啊，我听到一句话，啊，但是咱讲到哎呀，我属灵生命，生命我属灵生命无断了紧啊。但是你想得对呢？有一日你见上帝，你要给伊交代啊，你未使讲无要紧啊。上帝要给你讨的，哇！你学我学你点子啊？学你生命，哦，学你读书，学你教会，学你圣经。很多不低呢，哇！很多数你数字，哎，都无多限，未解白。咱那边搞笑，所以人之外，咱人无吃到苦个钱，咱肯定要来个清净心灵，或者把心灵加补了啦，哦，然后传下来啦，哦，解白咱个生命。所以耶稣嗰啲必备嘅一面吼，阿门就列一面噶，就是用这济点子啊，加门道讲，哇！上帝要派圣灵来给咱同在，
我要离开了，我要离开了。如人要去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哦，这名单，单圣灵降临，充满如人要去。像耶稣做了一件，讲了真侪物件，教导伊味道。所以耶稣是一个真正看重圣灵的人，伊真正看重圣灵。所以咱是今日咱不讲，免讲咱要看重，咱袂使看轻。哦，咱袂使一日过一日。圣灵来到，就是要接替，接替耶稣所做的工作。哦，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，新的人啊，咱来学点经文哦。OK， 啊，你讲到哦，新的人哦，你做我大个代志，啊，你属于讲这句话，比较贵哦。讲到面，我实实在在甲人讲，我所做的代志，是我的人啊，阮在做，甚至做比主更大的代志。因为耶稣要去到天父面前，原来从圣灵来到世界当中，咱所做的代志是比耶稣更大。所以这边讲到，不是讲到耶稣做的代志是谁啦？耶稣来到世界，当然是有人的身躯。伊讲你病咧，伊未讲你沙巴，啊，伊未讲你干活咧。你受到肉体、受到身躯的限制，所以做物件安尼款咧。所以门徒啊，十二个门徒，三年半跟随耶稣，但是啥物唔认白耶稣，无改变对吼。啊，你睇见彼得吼，彼得，我系讲耶稣啊，我为你白白去死个吼。人离开你，我未离开你，但是耶稣会讲你，你三，你我对你也是，你三到无尽我。当一个人爱互圣灵充满伊当中，伊就是安尼讲哩，伊对主的物件是废弃呀，冲动呀，当拄着困难、拄着问题是啥物？彼得就是这个人，爽人。但是当圣灵降落来，到你彼得身躯当中，彼得呐。为人改变啊，大胆哦，出三千人信主，行神迹奇事，甚至为耶稣死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若是无圣灵在内面哦，伊个成个彼得啊，成彼得之前个问耶稣，哎呀，耶稣你做个物件，伊无明白，无了解。反正一个人有上帝的灵，充满，咁就为人改变啊，有大胆个啦，有灵力个内面了，伊行神迹奇事，甚至为耶稣。来帮助圣人，所以基督徒，咱人啊，强调要有圣灵在咱内面哦。圣灵在咱方面，当圣灵降在咱身顶，咱像咱头都谈到灵来哦，要去到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去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哦，为主做见证，所以有灵来在咱圣人内面。当圣灵降落来，当时啊。上好咱当时啊，咱人有灵人个。圣经甲咱讲咩？新个人有新只技术哦，是不是？会记无？会记咱举手个吼？新个人有新只技术，分对了伊吼。做上帝灵人，上帝新只是对着咱人个。上帝接托，唔是对着咱人个上帝。所以当咱讲到接托个当时啊，哇！上帝所好就是，咱不是去揽掉伊，哇，出好歹啦！我买把钱了哇，哇，上帝接好个路程，慢慢走伊，走到哪条路，不是对个，是你接好是对条的，不是走伊去个，明白无？上帝接好是错，对条路呀，啊，有一个只交警吼，讲个故事，讲到个交警就是妈妈，阿咪阿咪，我变怎赚到接好，哇，赚福气。哦，妈妈就讲，啊，你福气，你接福气，就带你买去。然后这高家问我，哦，这福气，哦，原来这个接福当中，平安是带你买去，所以这高家问我，你教伊嘛，你抓伊嘛，哇，结果转了，你自己去钱，啊，未啊，教未到，教未到，无吃穿，对，个好料我找妈咪，妈咪。我无幸福了，我无接福了，我家己对我
男主角就讲你，唔是啊，一辈女直直行，你这买就对了，你接好就对了，你都起得到咯，另外到你到老去，接好就到你到了新家基础，你可以过来，哦，唔是话碰人家，我直直行就对了，对主要讲这些。滴滴行就对了，我起一个咯，个路会好平安。我起一个咯，个路就会平安哦。哦，即背路就对来，也衰平安，就靠圣灵嘅强化啦，就好。然后等咱人生命平安，今次咱有材料，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，让人看到咱生命，哇，有咩希望？咱来希望嘅其实，咱心中谈到平安，谈到平安，所以咱做咩祈祷多人知嘛？好，所以咱平常时甲耶稣、甲圣灵这个关系，真正要紧，真正要紧。我来卖看，咱要变怎来甲上帝建立这个关系，就是用心灵、甲诚实来敬拜神。哈，这个诚实的原本就是真理、真理 （truth）。咱要变怎来亲近这个圣灵，用咱的心灵、心态。甲挖出真理，哦，用心灵来，用正确的心灵心态来敬拜我们的神，还要活出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。OK， 那当一个人若是忽略了心灵，伊个无材料挖出真理啦，伊行的路不是黑暗，不是罪的捆绑，不是浪贴当中问题的啦。哦，所以咱人常常特别检查咱的心。看咱所相信的有出问题无？啊，有一个牧师吼，啊，伊在哩在哩厝，一两个人来敲门，哦，敲门佫进来，那两个人是咩个？是耶和华的见证人，耶和华 Witness。哇，佮只耶稣讲了错对道理，讲耶稣唔是死人咩咩，但是这牧师佮伊讲，佮伊阿弟。啊，无解疑问，伊讲，你归去好好去研究，去看，哦、啊，你唔是唔干那听你牧师讲呀，你好好去看，你读圣经，我相信你结论就是耶稣是神。这么济人哦，我到你，我到你迷那边吼，也唔知家己相信的物件出问题了。我这么济牧师，你无相信圣经。无相信，把如果圣灵工作了，无相信神迹的，哦，他个博士个了，哦，伊唔是普通基督徒，是他个博士啊。你嘛看迄个外口的耶稣啊，见证人啊，迄个医官也是无读册，也是样个名字是博士来啊，哈，比你博士读册我悬啊，但是他个头壳歹了，唔捌圣灵，哦，我带你先下边读。读神学时，我想讲这个医官是无读册，所以人家上字唔对，你无读嘛，计阿你讲吼，哦，本来又人读，唔读又唔是无读，而是读得乖了。他们是读得乖，因为人无只只，坦白去检查检查医生上字对个唔对吼，上帝吼每一个人良心对个唔对会知，唔一时知，你咩去搞咩良心阿弟咧，无良心，啊，所以心灵不过那个心肝痛啦。对个唔对，咱在圣灵同人讲，所以咱自己咧度，咱就要去检查，吼，检查咱嘅心，咱学圣经来讲。神是灵，大家讲神是灵，所以拜嘢就要用心灵加诚实来敬拜嗰啲头位吼。咁就拜啦。对，那先讲这些。这边讲到使徒行传，哦，新主的人，一个人是带着这个去做咩？考察圣经，读拜了，哦，并在人家讲说事多，丢还是唔丢？哦，这边是与不是啊？样子错了怀疑心，样子那边说的读拜了，就是要看家己有影有行歪路，有对圣经有路行，咱带着这做咩啊？就是咱问题子。因此，看别人生命，分对主的话，
也叫无感觉着，我神咧 OK 啦，我咧求咧啊，教咧啊无哦。那每次读圣经，吼，要寻求天理，上帝道，有怀教上帝路。所以弟兄们，咱要常常的生产啦。哦，你唔通讲话，哎呀，神啊，哇！这个真理哦，牧拜佛哦是牧师会了，我是真主徒看，我未了未了解。哦，刚刚弟兄们讲的，神是灵，拜伊特别用灵心灵，所以未使讲我对上帝物件未了解，牧师会了，官鬼也叫牧师去，啊，叫牧师去唔对啦，牧师该唔好，是讲唔对吼。对你上帝内面，咱要基督徒。不有分的，咱咧是属灵基督徒，咱袂使对灵的物件不在乎。上帝是灵，灵到你袂晓灵的物件，你都已经拜，都无想要拜。哦，所以咱特别常常来检查咱的心，哦，做一个属灵基督徒，做一个在你灵内面有想要敬拜神的基督徒。OK， 那当一个人，当一个人吼。越奉献，越祈祷，那是不是用心灵啊来祈祷？这个祈祷会变成一个外壳的形式化，形式化，有影意思吗？咱若对做心态若唔对，咱的祈祷变作是外表。哦，所以我教我青少年啊，他们是开始真正祈祷，一个真正祈祷就是看到上帝伟大。看到自己的微细，看到自己实在是真啊真啊乱啊，需要用祈祷来求上帝来充满啦，来倒下出啦。这个是真正祈祷。你看到他的需要，看到自己的需要，所以你来祈祷嘛，你不是为了要祈祷来祈祷嘛，是不是咯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祈祷，哦。你看一个人生活，伊若是感觉着，哎呀，祈祷无咩要紧啊，有祈祷嘛安尼过，无祈祷嘛安尼过。像咱个人，伊用心灵来敬拜主，袂吼，因为祈祷对人当顶，吼，咩要用心灵来敬拜主呢？吼，讲到奉献，你是啊，哇！一个人奉献心态若唔对，伊要下落去时手会存了。哎妈！下礼拜啊，下礼拜啦！啊不，上帝啊，用快点干了，快点干，强的啊！一个人心态若唔对，表示伊何时啊，是一个重压力的哦。对伊来讲啊，是一个重担，不是一个祝福。哦，所以他们是叫做奉献。奉献就是因为我看到耶稣死无十字架，我爱伊，所以我要奉献我主的，因为我爱伊个，就是简单。哦，我看到教会有需要，看到讲真济灵魂未得救，哇！所以要来奉献，要来奉献。我就是看到需要，所以要奉献哦。我今日全时间哦，来服侍主，哦。你无够嘅，你交回啦。哦，我明日日子咪十分十分之，我砌到嘅你交回，十分之一的奉献足够建立教会嘛？无够，咱交回六年牧师传道，全时间个无够人家嚟跟你交回啦，十分之一的奉献唔够，唔够嘅，唔一是唔够。所以咧奉献啊，是唔一是咩运作？你完全的来奉献了上帝，加加奉献，哦，唔一是无够的，唔一是无够。嗰日弟子们，咱来到主庙前，咱奉献的心态呢条，哦，唔一是看到教会需要，唔一是看到上帝国度的需要，哦，佢一路是看到只一个人阿会得救的需要，所以我谂你来奉献，你心态对了，上帝好，佮咱同在，阿咩？然后来看，一个真正用心灵来敬拜主的，伊是一个真正期待吼，
圣灵来，只系确保圣灵来。一个人就讲话，哎呀，圣灵有无就见，这个人是无才用用圣灵来敬拜主的。诶，佮圣灵对来讲是了解的，啊，有圣灵，诶，充满充满了无充满就袂了解。啊，我不帮助哦，我有两个内涵，我信主了，我无得个去开门了。哎呀，我看看到底，我本来是无祈祷，几礼拜了止，但是我达到钱嘛要贵，哎，怎我感觉我无感觉特别无啊无半项呢？啊，哎，我达到钱是很贵吗？有圣灵，有圣灵嘛袂要紧，我有钱钱嘛只要贵，教会嘛只要嘛安尼款。啊，贵我咧想，唔对，原来呢？啊、我不知不觉哦，和这个世界我汉物件充满的心了。这个世界物件是我的满足，圣灵是我的满足，所以我感觉到一无点了解。世界是我的满足 ，OK， 那大家就交钱。哦，你看不错，你看不错，他们是人跳楼，因为累是安尼满足的，当然无累感谢，为家搞到恁就，做上帝卖安款代志，我是多人生。哦，上帝嘅放得无地气，镭嘅放得无地气，健康啲卡啲手嘅放得无意，但是上帝嘅放得无意，所以咪学上帝来充满，充满。一个人若是咁无感觉，就需要上帝来满足嘅心，这种嘅人无才调，用心灵来敬拜主，一心态有问题啦。哦，另外讲这种嘅人就是，这个用心灵来敬拜主的人，一常常啊，只希望伊会敬礼主，敬礼主，敬礼主才要紧。一个人若无敬礼上帝，伊免要敬拜。上帝安尼予咱办，就是予咱敬礼嘛。做这条代志，做这问题，敬礼个上帝，我关怀上帝，予咱生命做干。哦，咱既然上帝予咱生命做每项代志，做得啦。每到想到这个代志，每到想到上帝时，咱心充满感恩，哦，咱敬礼伊。愈侪敬礼的人，会愈爱主，愈靠靠主。这是同样代志啊。那敬礼上帝其实呐，唔是只头光面，唔是只头光面，哦，简单个一个看站囡仔面，囡仔要朝敬礼主的，对不对？哦，简单咧一个口诀啊，即背要读圣经啊，上帝同佢讲话咧，正经同佢讲，个先简单嘅，都唔通感觉到，哇，上帝要教我讲话，无可能。哦，基督徒啊，你唔单止是信主，你要相信圣经，就是神同你讲话，每朝都拍开圣经，神嘅话吹，向你吹气哦，吹满一口气到你身上，神嘅话是灵力，每朝都拍开神嘅话。心里容易挂，闻到你声啦，是真知的吼。啊，我讲到已经真不听吼。一个人啊，是安怎到你读圣经为，清清楚楚知影圣经来讲，头前，等你读圣经了之后，你红了你目睭，开，你买，哦，但是你感觉到，你嘴，你胆大，红了。无去归向天意，然后你心内面有一个力量，一个怎个力量嘛？不要安尼讲，咱用华语来讲是灰烛哈，烛火热，就是一个灰烛的感动在内面。哇，感动到你甚至你要跪落来吼，哇！主啊，你也是一个伟大的神，是一个配得极为神。哇！你怎么心在讲话咧？你是感受唔到，先去讲我是感受唔到，而大家嘅良心感动啦啦，我都想起我，哦，所以你熟悉嘅人嚟到尊重佢以后，先感动佢，唔是一激先哭，啊，唔是激先哭，先感动啦啦，咁感动，咁感受到这个人，这个心态啦，所以咁谂啊，先唔先啲前置嘅，我都劲啲，你话这个。我哋印尼一个牧师叫做菲利潘多巴，哦，超读圣经嘅人，我相信
无人比伊较好聊啦。你想咧？你一读圣经，看到耶稣，看到耶稣为一个青盲的人祈祷好起来，耶稣会讲，隔无久有一个人来，不交流做，你去到奉耶稣的名，那叫青盲。我听人讲，耶稣叫聪明人听袂到的，哇，你听到？上帝来讲，隔无久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你要去奉耶稣的名，他们去。所以几乎每本福音册啊，伊所写的是神迹奇事啊，伊拢讲做到了。所以耶稣做一项代志，伊写伊经历内底，神嘛做工是哈。所以侬看侬，哎呀，圣经是真普通个，啊，无半项事哦，上帝那是咪叫你做工？啊，你无读，你无读注意话，你无材料是用去注意话嘛？圣经甲咱讲，上圣经上我咱有点啥，你甲咱上去注意话。好让你，好让上帝主要做的代志，让你感动去做。我读主的话是怎样？你讲你听讲，读主的话是怎样？听吼。OK。那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经历主吼，唔要但是是要付出的代价，是要付出代价。一个人未经历主，咁你属于咩？无人感谢。你讲教教了，啊，主啊，我教了。你若讲教了，你无才讲，你无才讲是用一个心灵来敬拜主啦。同你讲教了，啊，所以灵力日常，咱要常常靠上帝灵力来充满啦啦，为主来做工，啊，讲一个故事吼，我一个牧师那边祈祷，主啊，你给我灵力，啊，要传福音。啊！你过过来使用我生命，上帝讲好，我让你大大灵力，大大使用你，你把你要去非洲、非洲、阿非加传福音，牧师啊，啊，上帝啊，你搁是歹用我灵力来卖啊，歹抢我的钱啊，搞了，我买去，哈哈哈，都看到上，那你知无？但是那个是。琴谣，咱遮济物件琴谣，无完全靠上帝，无才能建立主的灵智力。哦，咱若想要主的祝福啊，但是 OK， 我要多祝福你，但是你要学个了吼，学个了，唔假了，好 ，OK。所以弟兄们，当咱追求主的条件，也是同靠做一个 balance， 咱无输掉。大家就是问题，苏芳做这里，高位都开掉，只系通过桥的样子。哦，当一个人只在爱做，当生意还是起香的啦。半夜三更请祈祷的样子，反正人祈祷五点钟祈祷，人祈祷五分钟祈祷五点钟呀。哇，五样是你看呀。当一个人爱做一点钟，哇，五样是你看呀。但是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，哦，这是正常的。为人想要做一个爱主基督徒，但是佫想要为一个事业吼，事业有成就，真啊好势生活，了。我要做一个爱主基督徒，但系我希望我的事业会做得真啊好，无问题啦。啊，即句话对面个讲啊，我是到你中国。但你回教，回教讲你会很讲咩？你混混正咩事？哦，最近，但你伊兰哦，伊兰有只35岁的牧师被判死刑，跟东山拜落地。哦，伊是牧师，伊是回教徒，转去新竹做牧师，坐卡布罗尼，哦，然后去考师大。如果当一个回教人是全体信主点声，伊无马上好死的，伊是好求证，好死斗去。你祈祷点声，伊当真来无点会，你愿意都对来信主，都对来回教，无愿意 OK stop， 我再看你，靠神灵，我再绑出来，我 stop 祈祷，你愿意离开咩耶稣来死来回教，啊无愿意第二道，第三道不是啥？第四道，你愿意离开你耶稣，
来，对回教，啊，如果是无咧，不如死刑。你这个牧师讲，我甘愿跟同神拜拜地，公开把全世界人看，啊，为主，啊，帮神的生命，你敬哦，就丢受牺牲。哦，圣经跟人讲，为主帮神生命的人，要吞用生命的冠冕，哦。为主帮神的生命，要承受生命的冠冕。所以弟兄们，这个人若是不甘愿付出代价，伊无钱咯，也用心灵来敬拜主，无钱了。伊果是有报酬无钱咯，真正会敬拜上帝，吼、哦。来看，若是新的人，大量的来宾，你咱就无属于肉体，来上咩？圣灵，来讲属圣灵。那是无基督的灵在内面，咱咱无属于基督的。再下第几耐？其实咱当咱讲新主日子，当咱讲有圣灵在咱内面，意思是讲，咱无属于自己的，你不再是你自己了，你是属圣灵的。阿哈尼人，就是属于圣，属于圣，个出差人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。哦，你若是讲讲，哎呀，我对我是知足啊，我买对路，我唔一无材料，用心灵真正来敬拜。哦，对啦，这边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-20节，这边讲哦，我欠债一笔钱过啊，就是心灵的债，这个心灵就是我的心内大大的内面，你若唔是自己人了，因为你若是底。当大大的买你来，所以咱要过身故来荣耀上帝。啊，为了他这个话，咱只系用一个初步的观念。这个咱的身故是圣灵的，哎呀，是一个 example 呀。咱的身故嘛是圣灵的，不是 example 呀。圣灵是一个仪式呀，咱嘛是个耶稣派派先派学过，不是。你要是識猜，哎呀，這個不是耶穌，我不是神父啦，只是 example 嚟啦。種嘅態度不是無錢的用詞，靈嚟敬拜主。那個神父不要是聖靈嘅帶來，哦，等到那個悔改，那個神父，那個應該是得罪上帝哦。所以咱啲對咱對咱神父嚟敬仰上帝，不是用。等咱人来看，等咱神父怎样来报出咱神父，意思是讲咱人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咱神。哦，最近我主呢，我主持了个生意哦，啊，牧师主持了个生意哦，我真正唔想去控制呢啲嘢哦，但是唔呀，哦，咱伊是咱遐，咱哋所爱遐事，是无新主啦，唔呀是无想要改变，无想要离开。毒冇使要離開，煙冇使要離開，酒各安樣款離開。哦，意思我係咩哦？我是牧師，有時啲我唔知攞幾，我唔知攞面對住吼。然後伊冇是咱嘅兄弟姊妹，但是伊冇改變吼。所以一個人若是冇看大嘅事故，點先？點先唔夠啦？點先又一時夠啦？上帝冇可能啦，或者。犯罪咯，伊就要 stop 咯，哦，伊若无 stop， 我可能都未定住，伊若先话错咗去，哇，佮可能都真吼，真系你之外，真神父是圣灵嘅吼，圣灵住嘅所在，咱咪保守咪看淡，神是住咱嘅内面，哦，耶稣讲咩，保罗讲咩，保罗讲，讲紧我掉嘅，无个乃是我嘅，乃是耶稣基督住我内面挂嘅。啊！为了看你根本就是哦，耶稣，我到你内面 ，just example 呢啊，唔是物啊的，耶稣咩我伫内面，耶稣真正是我到咱内面，好、哦，咱人不唱就是条话哦，不是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啊，我勇敢站立，有耶稣到我内面挂掉，我勇敢勇敢站立哦。但是无耶稣，活在咱内面，咱咱听面了，也是听面了吼。做兄弟姊妹，咱咱生命，哦，后边有耶稣，活在咱内面。
别讲啦，全面哦，水转，这个水是无可能发出一个孔，那电水。咱个生命是相关，咱袂使内面有耶稣，内面阁有罪，咱人唔是要完全的站起，倒个机会唔卖放路边。咱个国家材料来讲，耶稣我怎个来？咱个国家有灵，我咧有灵啦。一个真正用心灵来敬拜主的，又材料讲耶稣我怎个来？不灵啦，你别无我。要信我所信的，要行我所行，要做我所做的事情。咱们别客气。